所以大大你好，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哈，来我再跟您说明一下。我们后面这有四个卡，要卡到这个卡扣里面。卡扣的上方这个地方，我们有刻意做的比较窄板。为什么要说比较窄板？就是要让你卡上去的时候会更加的稳固，因为这个是摩托车在用的，它会有弹跳。哦，那你记得你，请你卡上去的时候，卡上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听到这个飘一声，很扎实的飘一声，它才算是扣紧的。这样子摇，这样子甩，好、哦，哦都不会掉。好、哦，所以请你再试试看，谢谢。